今天是正月15，东方情人节巧遇西方的情人节，你说有多巧？19年才一次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恭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今天245对新人注册了，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？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佳偶，没有注册的快马加鞭。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呢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甜甜又蜜蜜。